民进党台北市进总主委陈时中领军八席立委候选人一字排开，全都换上台北队限定的猫狗口罩，而且是限量150,000份，只送不卖。中国有一些不明的疫情，以往的不管从 SARS 起到 COVID-19 到现在，我们都感觉心惊惊了。像重回之前当防疫指挥官的一点点啊，不过旁边站着更多的立委，大家一起来推。就是 Team Taiwan 快报。而它登载的日期就是我们投票日，2024的1月13。那美德赢台湾，不只要美德赢台湾，立委选战，民进党提名候选人更要全垒打。台北市不分区部分，2016年得票率39%，2020年只剩30%，传出这回目标放在40%。我们的目标是设定要过半，我们有信心。强调过半，每一票都不能少。台北选战操盘手陈时中扮演大母鸡，全力拉台。一旦节一大早就陪同高嘉瑜、谢佩芬站路口问候民众，争取支持。不少人高呼加油，还上前抢着合照。高嘉瑜、谢佩芬也应景换穿耶诞装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. 内湖南港现任这一席如果掉的话，等于是差了两席哦。对于我们国会过半的目标又更远了。包庇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立法委员，就跟高嘉瑜的对手一样，非常不适任。绿营北市打团体战，相互拉台，希望力拼八席全上。三立新闻黄叶杰、任博台北采访报道。